模仿节目也先高潮啊，特别请来超强魔王来踢馆。有菲律宾的选手模仿碧昂斯性感模样，让全场尖叫；也有参赛者一口气模仿了叶启田、陈雷还有郑敬一，让评审直呼相似度真的是100%。 神童萧伯菲豁出去扮丑，牺牲模仿自由发挥的阿达，眼神、表情、动作完全到位。菲律宾的魔王贝尔模仿比昂斯大手性感。 吓到吗？ 回家吗？啊？你的表演得很好啊！你也很棒啊！可是因为他的非常有侵略性。 踢馆魔王杨哲连续模仿叶启田、陈雷和郑敬一，参赛者使出浑身解数，节目精彩可期。